各位童星，我们请就坐哈，现在要开始上课了。各位童星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谢谢。咱这节的课目哈，要来探讨一下国甲家嘞，哈，咱这个国甲家哈，是两字尔，是真简单呐。这个国甲家吼，写起来足简单诶。中文吼，因讲汉字啊，汉字即个国啊，要正做一个国吼，都爱伫个围墙啊内底吼烧台，伫个围墙啊内底吼抬人头吼，就是国家，都会当正做一个国啊。吼，汉文化内底吼，若要正做国吼，爱烧台，爱抬人头。啊，尤其搁伫家己个厝内台，啊，若要正做一个家吼，嘛是足简单嘞。汉文化内底吼，只要伫厝个内底吼，饲猪啊，就会当正做一个家，这是汉文化。啊，各位来遮上课吼，咱爱记个吼，恁是第几期个？哦，我是十八期个，啊，高级班第三届，恁爱记个恁第几期个？哦，唔通阿伯问起恁第几期的拢唔知影吼，安尼唔知影要安怎甲你讲话，你知影？因为为啊拄到你的先辈，啊拄到你的后辈吼，以这基数来算，哦。啊，我是新德州吼新泰郡的郡守王选杰。咱上届上届上接听到的愿望吼，大家拢想要 world peace 吼，这世界和平，这世界和平吼，大家看到刘青哦，第一个愿望讲要世界和平啦，啊，其实迄拢讲假的啦，真正的愿望是要环游世界啦，对吧？啊，这吼世界上所有的人的愿望拢要世界和平，啊，世界和平要安怎达成？世界和平吼，要由联合国来达成。联合国才有法度通达成世界和平。啊，联合国的宪章吼，才有法度，就是爱所有的国家吼，拢遵守联合国的宪章，安尼才有法度通达成世界和平。啊，联合国吼，是一个为主权国家所组立的一个国家。伊虽然是国家，毋过伊无含。伊毋是一个正统的国家，伊是联合国，所有的主权国家联合起来的国家，迄是一个提供一个开会的所在，外交的所在。啊，这个联合国吼，伊通过宪章吼，伊内底有含国际法、万国公法内底吼，就拢含个即个法律。啊，即个法律就是所有的国家拢爱守的。不管你倒一国，你只要是主权国家，拢爱守这法律。守这法律吼，才会当保护你的安全。比如讲，这人权啦、啊、经济啦、啊、民主自由啊，这拢是国际法。啊，国际法就是爱守了后，才会世界和平。你若无要守这个国际法吼，就会无和平。啊，这就是联合国的国旗。这联合国的国旗吼，就是一个地球啊。这是橄榄枝，啊，这地球吼无看到南极啊。在1945年吼，10月20日啊，安理会啊，五个常任理事国共同批准这个联合国的宪章，啊，正做联合国，大家都要遵守的。啊，就是安尼吼，才有法度通促进世界和平。啊，伫个1952年的2月7日迄天吼，联合国才60个国家尔，成立的时阵啊，才40几个尔。所以啊，国家只要你守法律，就袂灭亡，干那会假出来尔。所以自迄阵成立这个联合国宪章了后啊，
都无结交，无国家吼灭亡啊！干那有国家吼为殖民地变做国家，所以吼目前啊已经有194个国家加入伫个联合国。啊，联合国吼伫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成立的，伊是继承吼即个国际联盟。国际联盟就是还未伫个第二次世界大战进前吼，因欧洲的国家吼都成立。成立这个国际联盟，啊，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，才发觉讲，爱国组织的联合国，才有法度通促进世界和平。干那这个国际联盟吼，无法度通促进世界和平，就是安尼才会产生第二次世界大战。所以啊，因才阁研究做联合国吼，啊，联合国的宪章一通过了啊，都有一个对话的平台。啊，因有六大附属机构，啊，法律吼是保护不法律的。联合国遐个宪章啊，拢爱互捌的人才会当甲你保护。你若唔捌咧，才会宪章，唔捌咧万国公法，唔捌咧国际法，你的国家都无受到保护。安怎讲？因为你都无加入联合国嘛，啊，你都未晓国际法，唔捌万国公法嘛，啊，所以啊。汉民族人、荷兰人、客家人、广东人，这些国家拢已经去用灭国去啊！你唔通就是恁是汉人，汉人是国民党甲恁教的，讲恁是汉人哦。汉人已经去用灭族去啊！荷兰人、客家人，这嘛拢已经灭国啊！无这些人的国家，已经拢去用大清帝国灭亡去啊！哦，咱来知影。啊，唔通就是讲大清帝国拢汉人，大清帝国无汉人。因甲恁讲有满汉大餐，满是囥喺头前，汉是囥喺后壁咧，互因通知的。所以啊，唔通就是讲你汉民族有偌纯啊？汉民族号做纯，唔是号做纯，知无？纯。啊，这个啊，就是大清帝国吼。请这个美国人，这个美国的牧师啊，伊翻译《万国公法》，伊叫做丁伟良。丁伟良伊翻译《万国公法》的时阵吼，是大清帝国的皇帝吼拜托伊翻的。翻这个《万国公法》了啊，大清帝国伊就捌法律了，所以大清帝国无灭亡。大清帝国啊，是去学中华民国。继承啊，中华民国呢，再过去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，所以这真清楚，伊无去哦灭国去，啊，唔通就是讲中华民国是汉民族的，迄是甲恁去骗的哦。大清帝国是去哦中华民国继承的，伊翻译这部《万国公法》了，大清帝国都袂灭亡啊，大清帝国啊，伊就办法律了，所以啊，法律是。会保护捌法律的，伫个台湾嘛同款，台湾有迄个即个宪法啦，伊虽然是假，唔过啊，真侪人拢守即个法律。啊，你著爱捌你个法律了啊，伫个流氓政府内底啊，伊才会甲你保护。你若无承认伊，伊就无甲你保护。啊，这是啊，大清帝国个国旗，因较早嘛无国旗。啊，是伫个大清帝国驻美国的大使去到美国了，才发觉讲，那全世界拢有国旗，所以啊，伊建议大清啊，用这支啊作为大清帝国的国旗。这支国旗吼、用1889年到1912年去哦，中华民国继承了都无啊。啊，中华民国甲继承的时阵啊，是用这支。这支国旗啊，是五色旗。伊阵啊，拢甲恁强调啊，讲汉满蒙回藏，五族共和。啊，其实啊，要安怎共和？那一个所有的民族，那拢无平等，就袂共和啦。伊若伫个统治的满洲人甲恁统治，你就是永远拢伫个第二等、第三等、第四等的人类，所以就永远拢袂统合。啊，所以
伊会去中华民国甲继承。啊，中华民国继承的时阵是五色旗，啊，是因为这支旗是因为伊的海军啊接受麦克阿瑟伊的指挥，这支是伊的海军旗。啊、海军旗接受麦克阿瑟的指挥的时阵吼，伊委托伊来占领台湾甲越南。啊，占领台湾甲越南的时阵吼，因为伊迄阵还未流亡，所以还佫用这支旗。迄支旗吼，做海军旗。等伊1949年流亡的时阵啊，这支啊，则伫咧1954年啊，改变宪法，成做伊的国旗。啊，这支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因的国旗。啊，咱来知影吼，这清国政府啊，一直到19世纪啊。敢那温存汉人啊，伫咧18个内地省份内地咧大呢。汉人啊是袂使去住喺满洲的所在啊，袂使去住喺奉天遐的所在，因为奉天的所在是因旗人、女真人咧住的。啊嘛袂使住上我海边，因为啊住上海边啊，恁会变做海盗，海盗。所以满清人吼。基人啊，足介只，因为恁只汉人啊是奴隶啊，奴隶袂使学袂走，所以啊，因伫即几省内底吼，无温存汉族啊，随便耍，啊嘛袂使去住喺关外，西藏、蒙古、新疆，遮拢敢若会使，遮叫做因讲要驱逐鞑虏哇，就是。驱逐蒙古啦、新疆这些人啊，做驱逐鞑虏，啊，要恢复中华。自古早以来都无中华这个国家哈，你唔通就是讲中华有偌久的国家？恁听我翻开因的历史一个看，绝对无中国这两字。中国的产生是甲清朝去予中华民国继承了，才有中国。啊，实际上吼，秦始皇啊，为迄阵才开始做皇帝，所以拢个叫做秦始皇，就是开始做皇帝。啊，秦始皇是羌族人，这毋是汉人哦。哦，啊，刘邦伊则是讲伊是汉人。啊，刘邦汉人，汉人是虾米所在？汉人咱一般的观念。拢是讲中原遮个人哦，做汉人。其实啊，中原遮个人是河洛人，就是黄河甲洛水中啊遮个人，才叫做中原河洛人。汉人啊是东夷人，所以汉字啊是为东夷传过来。所以因韩国人讲了无唔对啦，讲汉字啊是韩国人创造的。较早韩国是原来足强的哦，较早东北三省啊，迄阵啊韩国人因是原来有管有着的哦，迄阵啊有做东夷啊。啊，咱来知影讲汉朝啊，汉朝其实叫做汉国啊，古早时代因无迄个国的观念，其实是国啊，汉国。伊刘邦啊是东夷人，啊，伊是一个背信忘义的人。这个人吼、哦，足奸诈，爱将秦始皇这羌人的兵马吼、哦，拢甲收集来，收集了了消灭了楚国。楚国伫倒一边，楚国就是东南派，汉朝迄边就是西北派。西北派吼、哦，较会晓骑马战争，东南派这边吼、哦，干来晓做田尔。所以一定战输的，骑马的人吼，伊的机动性较悬，所以一定战赢。啊，因骑马的人大部分拢咧做强盗啦，骑到倒会抢到倒会，所以吼，因的人足强的作用的，所以东南派吼，像苏亚文因这派啊，拢永远咧战输啦，唔捌咧听讲战赢，所以苏亚文啊，爱一直忍。隋唐两国啊，拢是突厥人。突厥吼、哦，因中原的人啊，汉人啊，
拢共讲吼，所有的国家吼，除了因中原的汉人以外吼，剩的拢翻啦。比如讲这突厥啦，吼、哦，羌族啦，这拢叫做动物啦，因拢和外国人叫做翻啦，红毛翻啦，哦，所有的外国人拢翻，安怎讲？因为番拢比中国人较先进，中国人是上落伍的，因是做奴隶的种，所以吼、哦，咱唔通叫是咱是汉人，迄是错误的观念。啊，伫个元国啊，伊是蒙古人，咱来知影元国的成吉思啊，这个人啊，拍去到欧洲啊，建立了全世界上大的国家。成吉思这个人啊，你唔通叫是伊个名号做成吉思汗，伊个名号做成吉思，啊、哦，汗的意思是大王的意思，皇帝的意思，你唔通个叫做讲遐好听，成吉思汗，伊是成吉思，哦，成吉思这个人啊，拍去个欧洲了啊，到欧洲所有的国家，无一个国家讲蒙古啊是因的朝代。绝对无一个国家像蔡中国人啊、汉人啊，遐尼伟大，甲打败灭国了啊，佫变作伊的祖先。哦，汉人啊，叫成吉思啊，叫做元的太祖，元国的太祖。甲你灭国去啊，你叫伊太祖。啊，成吉思的孙呢，叫做忽必烈。啊，忽必烈啊，将中国打去到越南了后啊，伫个越南遐叫动个，规个中国拢哦忽必烈啊占去，啊忽必烈啊占去了啊，汉人阁足巧个，随阁甲叫阿做叫元世祖，对不对？即恁历史课本就掀起来拢知影，元世祖、元太祖，对不对？啊汉人啊，若要感谢吼，爱感谢即、这个。耶律楚材，耶律楚材是突厥人，突厥人吼、哦，迄阵啊，伫个忽必烈下骹咧做宰相。迄阵啊，本来忽必烈是讲要将所有的汉人啊，总抬掉。啊，这个耶律楚材啊，甲建议讲吼、哦，唔通咧将汉人总抬掉，因为啊，爱留一挂汉人啊，来做奴隶，啊，来纳税金，哦，啊，若无。蒙古人是暗算将中原啊所有的田总毁掉，因要种牧草，要开牧场，要饲牛、羊、马。牛、羊、马是因蒙古人的经济作物啦。所以讲吼、哦，汉人啊爱感谢这耶律楚材。即马伫个阿个人咧拜耶律楚材哦，耶律楚材阿个甲起一间庙咧甲拜。啊，咱知影讲民国啊，这个民国，因是汉化的回人甲胡人啊，因是明教徒，所以因号做民国，因唔是号做明朝，所以因历史啊，要甲你教，拢甲你教歪，因袂甲你教正的历史。啊，那一个国家吼，你甲你教的历史那是拢假吼，啊，这个国家。早晚拢爱灭亡，因为啊，历史就是要让恁见往开来。啊，你既然无法让鉴察过去啊，你就没有办法开创未来。你鉴察过去的都是假的，安尼你就无法度开创未来啊。所以啊，大清帝国是满洲人、吉林甲女真人啊，这个国家汉人啊，叫倒一国统治上好呢？无一国好个，所有个国家拢个将汉人啊当作奴隶。秦始皇、汉高祖，哇！汉高祖号做刘邦，伊是羌族人。隋高祖、杨坚，即原来外国人。唐个高祖李渊，即李渊嘛是胡人。这个元太祖成吉思，元世祖忽必烈，
明太祖朱元璋，清太祖努尔哈赤，只要甲汉人吼灭国了吼，甲杀赢了，伊就叫你做啊。所以吼，阿拜足简单嘞，只要日本啊打赢中国人了，伊就叫你日本天皇太祖啊，会晓？啊，即个外邦来杀人魔王啊，将因灭国啊，对吧？因就是吼这入侵者。这个成吉思啊，打去到欧洲去的时阵啊，绝对无倒一个欧洲的国家讲啊，阮是蒙古，阮是元朝，所有的国家绝对讲因是入侵者，哦，因侵略阮的国家，杀阮的人。所以啊，这汉人啊，哦，最纯种的，因最爱讲因纯种的汉人啊，对不对？这纯种的就是这个纯啊。历史咧证明吼，只要支那人啊，甲打败，伊就叫你做工啊。迄阵啊，日本啊，无去互美国打败吼，阵早就已经做中国人的做工啊。所以日本是打输美国呢，毋是打输中国人呢，毋是打输支那人滴呢。所以啊，迄阵啊，无做到立太祖。明仁天皇啊，伫咧清国的时阵啊，迄北国联军啊，因定拢讲所有的国家，即八个国家其实毋呐八个啦，拢咧欺负因中国人。因中国人拢有这情节，讲啊，全世界拢咧联合咧欺负因中国人。因讲八国联军啊，侵略中国，其实啊。迄个时阵，不管倒一个国家，若统治中国啊，拢是中国人啊上幸福的日子，对不对？拢比因支那人家己统治搁较幸福。啊，所以因家己教历史啊，拢家己歪去。不管美国、日本、德国、英国、意大利、荷兰，倒一个管中国，拢一定比因较幸福。啊，这是大日本帝国吼，伊的地图。以前啊，太平洋这所有的小岛啊，就拢伊的。伊占起了啊，叫做印度支那。印度支那就是法属的印度支那，所以因咧叫支那的时阵啊，唔是咧骂中国人啊。中国人足客气讲，人拢叫因支那。其实支那无什么歹话啦，是因为日本人拢叫因支那，所以因感觉讲这个称呼一定是咧骂因。其实啊，支那是一个称呼尔啦，敢那这个印度支那，印度支那不是印度，这是伫缅甸、泰国、越南遐叫做印度支那，还是古早安尼讲讲叫印度支那，啊叫印度尼西亚。印尼啊，啊，这就是支那、满洲。啊，满洲伊是一个国家哦，伊侵略中国了后啊，因讲叫做满清入关啊，入关就是叫做入侵啊。啊，因讲较好听讲满清入关，哦，迄个引清兵入关就是安尼。啊，这是迄阵啊吼，咱台湾的日本兵啊，咱台湾人迄阵啊去日本做兵啊，全世界上用的。迄阵哦，最践行啊，日本人哦，足钦佩台湾军，台湾的高山军吼，干那派4000个人尔吼，就去菲律宾的克拉克空军基地啊，将克拉克空军基地甲剿灭。所以啊，麦克阿瑟啊，足惊台湾人，啊，足气台湾人，因为麦克阿瑟吼，伊头一摆战输啊，就是得叫高山军甲灭去，灭伊个空军，伊个空军竟然去互陆军甲歼灭去，所以麦克阿瑟足气台湾人，所以将台湾吼交予即支那人管，伊要打日本的时阵啊，跳过台湾。直接去打奥克纳瓦，用50万的大军啊去打奥克纳瓦的10万，
所以啊，迄阵啊，奥克纳瓦死伤惨重，因近代历史拢讲，这上强悍的丛林战士，都是台湾的国刷军。啊，这三天的课程啊，咱来同心来了解，目的就是要安怎，要将咱啊，为支那人啊，改变做台湾人。咱绝对毋是支那人，哦。啊，真侪人拢误会讲啊，咱拢是台湾人。其实台湾人啊，有分住伫台湾遮个人，甲徛伫台湾遮个人啊，甲本土的台湾人是无共款的哦。你住伫美国，无代表你是美国人。你有绿卡，会使住美国；你无绿卡，嘛会使去美国佚佗。唔过无代表你是美国人。你爱摕着 ID 卡。公民证，你才是美国人。你伫台湾住，毋是摕到中华民国国民身份证，就会当变做台湾人。你是住伫台湾的人了。哦，要做本土的台湾人啊，要有本土台湾人的证件。哦，啊，就是啊，要将台湾人啊变做本土的台湾人。啊，搁要将本土的台湾人啊，升华做啊，不法律的天皇的臣民。因为啊，要做天皇的臣民啊，唔是遐简单哦，唔是讲我要做天皇的臣民啊，天皇就要甲你收。每一个天皇的臣民啊，拢是天皇的宝贝，啊，一定爱捌法律，爱上介少啊，爱捌日本宪法。所以啊，才有法度通伫台湾实施日本的宪法。根据啊，1933年啊，12月26日迄天，伫个19个国家伫蒙特维多啊签的合约啊，合作《国家权利与义务公约》，就是啊，要做一个国家，要有权利啊，甲义务，唔是干那有权利尔呢？你这权利嘛，都要尽义务啊。啊，义务是啥？就是爱保护人民的义务啊，保护人民的财产的义务啊，保护这个国家的安全的义务啊。这啊，伫个你摕到权利的时阵，你都要尽这个义务啊。所以啊，支那人啊，足简单嘞。伊讲啊，若要成立国家吼，只要杀人就好啊。啊，所有吼。因的番啊，因讲的番啊，人因拢用算两人头的，用投票的，对吧？咱啊，公民来投票，咱要爱什么政府，用投票。无像中国人，只要你甲你提赢了啊，伊就会当做你的政府啊。啊，只要伫咧厝内啊，饲猪啊，就会当做家。所以啊。因为中国人汉文的字典顶头写讲，什么是家？家就是亲人共同生活的地方，这是因为字典所写的解释。啊，因为亲人那是拢低啊，安尼因是啥？啊，国家吼有缔约权、宣战权、甲战争权。人民啊，虽然可以赞成，也会使反对战争啊，不过无权利啊，无拒绝战争的权力，嘛无拒绝战争的权利啊。啊，人民会使赞成战争，唔过啊，袂当发动战争，只有国家会当发动战争。国家作为一个华人啊。要有四个条件，第一个条件要有人民啊，所以人民是上重要的。伫中国内底吼，中国文化、支那文化，因的人、因的人是无重要的，因的地较重要哦，要了解这点。所以啊，做一个国家一定要有人，要有领土，要有政府，要有外交权。啊，做一个家嘛是足简单嘞，爱有人，爱有住，爱有家己有法度管理家己，爱佮厝边有法度交往。恁家啊，
每一个小朋友啊，你甲问讲啊，恁家几个人？伊绝对知，伊绝对知影讲，因家有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哥哥弟弟姐姐，伊拢算会出来。无像中国人啊，因家几个人伊毋知影。伊讲大概超即马超13亿啊，啊无哦，反正超15亿哦，因为因实行一胎化。啊，一胎化的结果会安怎？一胎化吼，真侪生着查某的，伊都唔敢报啊，用偷生的。啊，因偷生唔敢报户口，伊若一个报户口吼，爱罚足侪钱的。你像张艺谋啊，讲有三个某生七个囝，迄罚甲讲罚2-3亿个款，迄普通人罚袂起呢。普通人咱若加生一个，你罚了就倒大个。啊！伫欧洲吼，伫1953年的9月初3吼，通过即个人权公约。伊即个人权公约顶头规定，禁止任何人吼夺去任何人的国籍，而且任何人吼会当自由进入伊的国籍国当中。啊，咱敢有国籍？咱就是因为无国籍啊，所以才袂当自由出入咱的国家。啊，咱毋是国家，所以啊，无法度通自由出入。所以，即个人权公约哦，咱就是抓到即点，咱无法度通自由出入咱的国籍国当中。所以，咱去告美国政府。啊，美国政府伊嘛有通过即条人权公约啊。这联合国嘛通过这个公约，在1976年啊，3月23日，联合国人权两公约有通过。也人权公约啊，顶头嘛是安尼规定，每一个人啊都要有国籍，没有国籍的都是难民。如果一个国的国民啊离开自己的国土，无法度回去，不管什么原因。拢叫做难民，哎，绝对无可能会变做农民啊！中华民国吼，遐个走路拍输走赢的遐个国军啊，走来个台湾啊，讲因拢是农民，袂当转去啊，讲做农民啊！啊，这个人权公约吼，拢成做国际法咯。这国际法是所有的人拢爱守的，啊，问题就是你爱捌。咱秘书长就是因为捌了，才去告美国。啊，告美国了，告赢，告赢了，美国政府啊，美国的法官法院伊就判，经过12次的攻防啊，伊判决，伊对吼咱台湾人啊地位啊个人权的诉求啊有5点判决。伊就是吼，这个 The People of Taiwan， The People of Taiwan 吼，就是本土的台湾人。一般伫个台湾关系法内底啊，伊讲这 The People on Taiwan， 伊是讲住伫个台湾的人。所以吼，因美国人咧讲话时阵吼，你爱注意听，迄是中国人的文化吼，就是讲 on Taiwan 甲 off Taiwan 拢同款台湾。还是完全无同的哦，哎，就敢那咱拍乒乓啊，拍乒乓的时阵讲 inside、outside， 敢那拢赛吼，迄是无同款的哦，一个是伫内底，一个是伫外口哦，哦 ，inside、outside 无同款的哦，唔同是无同一个赛哦，哦，这就是 off 甲 on 同款意思哦 ，off 就是本土的台湾人 ，on 就是徛伫台湾的人，啊，伊破解讲 off 台湾这个人啊。本土的台湾人，第一点，伊无国籍啦；第二讲无国际承认的政府；第三讲，伊那个生活伫个政治联合；第四点讲哦，伊伫个啊个伫个美军的占领下；第五点，伊判决美国政府吼，爱主动帮咱 off 台湾这个人啊，爱达成这个国诉求，什么诉求？就是啊，咱爱家己有国籍啊。啊，咱来家己有政府啊，爱脱离政治联合啊，
啊，伫个2009年的10月份吼，最高法院宣布搁置本案。啊，搁置本案吼，因一般的人拢甲咱讲哦，做 deny 讲哦，做拍输啊，撤销啊。其实啊，美国的法律规定吼，因的起诉规定啊 ，deny 是搁置尔。搁置的什么原因？也搁无时间，还是讲啊，搁有什么理由？啊，搁有啥物事件阻挡，无法度通即阵判决，所以爱停耐。伊就是搁置本案。啊，搁置本案有啥物原因？第一点原因啊，伊讲吼，找无台湾人。伊讲找无本土的台湾人啦，伊目睭一个看到的拢是住伫台湾的人。所以啊，美国政府去予法院个要求啊。你要把本土的台湾人找出来，哦，本土的台湾人要把找出来，所以现在美国政府啊，要照这个法律来行，要找出本土的台湾人，啊，要怎么找出来？要将这个中华民国哦，这国民跟本土的台湾人要分开，所以啊，咱现在不是和美国哦，给咱委托咱要发本土台湾人的身份证。这个原因在这，啊，所有的人都是看无本土台湾人的原因啊，就是恁拢查这张国民身份证，所以啊，美国政府讲伊看无本土的台湾人的在这，诶，原因就是在这。啊，这伫个太阳花吼，伊个抗议的现场伊讲，哦，这台湾的前途爱伫爱互台湾人民决定了。这下了，刚刚真很正常啊，很正当啊。其实的，台湾的前途爱什么人决定？你土地什么人的？什么人唔叫人决定？刚刚领导迄间厝啊，厝主是什么人？哦，权证顶头什么人的名？什么人唔叫法人决定？袂当讲你住伫个国宾饭店，讲要决定国宾饭店。今年啊，要搬去谁遐？绝对唔是安尼。你住伫国宾饭店啊，你是逐天拢爱纳钱啊，敢若咱咧纳税金共款啊。哦，你唔通就是讲你明仔载，嗯，我国宾饭店要过户户阮小弟，有啦，你的房间会使叫恁小弟来住，共款爱纳租金。啊，这啊，唔是台湾人咧决定吼。哦就算美国人啊，迄阵要独立啊，嘛爱甲英国啊先战一摆，叫做独立战争，对不对？足简单啊！你台湾若要独立，唔是甲美国战一摆，就是甲日本战一摆嘛，甲天皇战嘛，对不对？那有遐简单？哦，美国人讲伊话要独立，英国女王就讲好，你去独立吗？爱战一摆，啊要战的战争，法国的政府嘛，帮助美国人建英国，所以啊，美国人才发到建你啊。这就是安尼，台湾的前途要由台湾人民决定。唔过你敢台湾人，哦，你唔是本土的台湾人。哎，那咧选立委的时阵啊，选议员的时阵啊，选代表的时阵啊，拢讲伊足爱台湾的啦。哦，伊那这里爱台湾，就提出来哦。吼、哦，拢是咱高票当选啊！再讲迄个华晨辉，买上爱台湾的迄个人啊，华晨辉也是台湾人迄个人啊，有无？所以吼、哦，拢会当高票当选，高票当选一票就会当保伊二啊三嘛，所以足爱选的。其实迄拢咧害台湾啊，伊唔是爱台湾，迄是咧害台湾啊。啊，拢甲你讲，伊爱台湾，然后足爱台湾的。奥巴马嘛，讲伊足爱台湾，连温家宝、胡锦涛、习近平，拢讲伊真爱台湾。啊，毋过啊，真正要爱台湾啊，你袂当领伊这张身份证。哦，这张身份证只是干来当代表你是中华民国的国民，又阁是流亡政府的国民啊。啊，流亡政府竟然会使选举。那伫个全世界啊，会当选举啊，一定爱摕公民证。
无公民证，要哪会使选举？都敢若摕绿卡，绝对袂当伫美国讲要选总统啊，要选议员、参议员，无可能啊！爱有 ID 卡才会当选啊，绿卡是敢若居民尔，爱纳税金哦。啊，摕这张啊，你要做兵啊？国民是无做兵的权利呢，你唔通就是讲做兵，什么人拢会当去做兵呢？做兵啊，是一种效忠的现象，效忠呢。美国人，你若要成做美国人嘛，真简单，你只要做美国兵，退伍了就变美国人啊。啊，你只要伫美国出世，伫美国的船、飞机、土地顶头生，你就是美国人。唔过啊。中国文化不是这样规定哦。中国的文化是说中国人跟中国人生的孩子这是叫做中国人，不是在中国人生中国的土地生的就是中国人哦，你不能搞错哦。所以这法律要搞清楚哦。有时因美国人跟美国人在中国生的孩子，因都就是因是中国人啊。哦，来伫中国住偌久啊？住六十几冬啊，会当变做中国人啊？支那人绝对无甲你看做你是支那人。伊讲啊，你的皮肤啊，阁是白，你的头毛啊，阁是红的啦，无可能会变做支那人啊！这都是支那人的思想。所以啊，支那人袂爱土地。安怎讲？因为啊，因的人啊。只要伫倒位出世，就是倒位的人，是中国人，唔是伫个中国出世的中国人。所以因个人袂爱土地，真个人因对土地吼袂珍惜，因为啊，我只要移民就好啊。所以因观念内底啊，土地是暂时住的所在尔，因是真个人甲真个人生个，才会变作真个人。啊，这张是中华民国流氓政府吼所发的公民证。这个是高志航，这蒋介石发的时阵吼，为着要让因选举发公民证。所以啊，你唔通误会讲，因唔捌发过公民证，因足清楚的。要选举啊，一定要有公民，要有公民证。啊，这个高志航啊，是因较早空军总司令，伊是中校呢。因较早无空军啊，啊，所以啊，做中校就会当做总司令啊。啊，这是伫个某平县政府一块的公民证，伫个山东烟台某平县，1933年哈。6月2日，迄天我那要选举，要选举的时候就发公民证。啊，爱要发送公民证，爱宣誓哦，唔是讲即马发一张，互你100块就会使啊，爱宣誓哦。啊，这张公民证哦，是向检受，伫咧区域选举的时候哦，发票去有无？浙江龙游县庙下乡人。第一天啊，举行宣誓登记，啊，迄天嘛是要选举。这张大中官公民证，啊，这嘛是要选举哦。迄阵啊，第一任的大中市长，或者刘纯忠，大中官的官长，迄阵啊是乡镇区民代表的选举，爱发公民证。哦，所以啊，中华民国哦，因足清楚的公民证啊，因较早就捌发过，就是因为啊，开始流亡了吼，都袂当发公民证啊。哦，这张啊是谢东敏哦，新德官，这张唔是谢东敏，高雄官的这是谢东敏，这个琼林乡新德的，这间嘛是选举。嘛是发公民证，所以公民证哦，迄是咱上少年毋捌看过哦。你若捌看过这张，表示上老啊。啊，这张啊，谢东敏
法的公民证哦。高阳高阳关哦，冈山宣誓登记哦，这张嘛是要选举，啊，这张嘛是廖吉利新店宣誓登记，这拢是要选举的时候发的，迄阵来发公民证。啊，即马叫恁去选举哦，拢发了恁啥？发了恁通知单，红色的通知单哦。哎，所以啊，民进党做爱选举的，这个人哦，这小英啊，嗯，伊拢讲哦，这小英号，小英号，伊讲要打倒不公平跟不正义。佮讲哦，中华民国哦是流亡政府。啊，讲无偌久了，吼、哦，因吼、哦、所有的绿营的拢讲哦。作战嘞，吼、哦！这中华民国是流亡的政府哦，讲出实在话啊。啊，毋过，英国讲啊，讲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啊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安尼又搁咧讲白贼去啊。所以讲白贼吼，伊就无未来啊。这绿营的普遍共识，讲流亡政府啊，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嘛，啊，因大家拢知嘛，所以。恁真侪来甲民进党的人讲的时阵啊，哦，因拢其他人嘛当作当作唔知。其实恁若甲讲林志兴啊，民进党的每一个人拢捌伊。所以啊，民进党有时听到咱民政府的时阵，拢嘛讲哇，迄、那个又搁咧骗啊。其实吼、啊，民进党的人每一个人拢捌林志兴。啊！这世界和平哦，国际化铁则就是要安尼，教化当达成世界和平。第一点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对不对？你干那占领会使移转主权哦，足简单嘞啊！迄阵啊，科威特去予伊拉克占去，科威特就变伊拉克个啊！啊，伊拉克佫去予美国占去，美国煞变愈来愈大，全世界无人敢拍美国啊！两边哦，全世界拢变美国个，所以吼、哦，你袂当讲，因为你占领就变你个，占领若变你个啊，全世界一日干拢咧战争啊！只要我个武力啊比你较悬，我就来拍你，拍你了，我将你占落，变我个。所以啊，国际法内底规定，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就算予你占领了，占国较久。才讲加沙走廊去予以色列占遐久，嘛是爱撤出，对不对？你这阿富汗，予美国拍来，嘛是爱撤出，早晚拢爱撤出来。啊，第二个特质啊，就是流亡政府啊，袂当就地合法。干来说就地合法啦，即阵啊，英国个伦敦煞变法国个啊，因为法国个流亡政府嘛，把流亡去英国嘛，英国个伦敦。啊！伊是安怎要流亡？伊法国迄阵啊，去予德国拍的时阵啊，法国人认为讲，因的古迹啊，因的厝啊，因的一挂博物馆有诶无诶吼，无爱受到战火波及，所以啊，因甘愿政府啊流亡去伦敦，啊，规个国家拢予德国占领无要紧，因为因捌国际法，因知影讲吼。占领袂使移转主权，哦，我政府只要刷开伦敦就好啊，后日啦，我才回来就好啊。所以吼、哦，流亡政府啊，若要合法，都要等于家己的土地，等于家己的土地就合法啦。所以吼、哦，中华民国流亡政府是安怎唔敢等于金门干妈做，因为伊若等于金门妈做。共产党马上就要甲拍，所以唔敢转去。啊，不过即马克法已经签好啊，因会使转去。啊，所以小英啊，讲这个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。啊，我要甲问一下吼，这个英文啊，是不是也等于英九？啊，英九是不是也等于英文？这敢那差一丝仔尔，这应该我来会相通啦。啊嘛，一个一个讲的，一个母的尔，所以这应该原来真简单了，这原来等于尔啦，对吧？
伊讲叫咱甲饲小猪。哦，迄阵啊，我那热骨来去拜呢，我嘛去拜一只。哦，我饲甲要甜啊，拄好入来民政府，阁收倒来，哦，全部抬去。所以啊，咱人民哦，咱所有的人民拢共款哦。伊这政治佬啊，吼，拢徛伫遮咧，咧甲你骗。哦，恁都爱支持我，恁才会幸福啊！恁台湾才袂沉去啊，对无？恁爱选我，我最爱台湾的啊！其实啊，恁只要离开伊的选举啊，这个政体就灭亡啊！你只要投票率啊，伫咧50%以下，这个选举就无人承认啊嘛！这个选举就无效啊嘛！所以民进党只要若卖含伊选举，这个政体马上瓦解。唔过民进党不要想啊，那以民进党的伊的得票率来算啊，早都要解体啊，对不对？足简单的代志嘛，只要卖含伊选举就解决了。国民党总是袂当家己一党伫遐选人，伫遐选伊的得票率啦，才40%尔，所以马上就结果了。啊，这样、啊。都、就是政治的灵感，差到让你根本看无啥物。这唔爱讲要选何啥人啦，这连倒一栋都唔知影。这都是政治灵感，甲你砍掉的，让你拢看拢无，让你这拢爱台湾的啦，对不对？这拢最爱台湾的。大清帝国吼，无去用灭亡对不对？啊，是国民政府继承去啊。啊，继承了，因才叫做这是中国哦。吼，因才对外叫中国。啊，中国吼，这个由人民共和国继承。所以因即卖咧讲的话哦，这是北京话对不对？啊，其实北京话就是满洲话，女真人咧讲的话啊，或者旗语啊。啊，旗语啊。就是叫做普通话啊，因即卖拢讲叫做普通话啊。啊，普通话吼，普通人去讲着啊。咱是日本帝国的臣民啊，咱是天皇的臣民，咱唔免讲普通话，知唔知？啊，这大清帝国迄阵啊，迄阵啊，殖民台湾的时阵啊，这马偕医生啊，马偕是加拿大的医生啊，伊啊来台湾行医。一万的喙齿，讲超过50,000齿的款。伊的博物馆内底吼，这相片，对这张相片，咱就当看吼。较早咱哦，满清国吼，殖民的时阵啊，爱个留辫子有哦。留辫子这是旗人的习俗啊，唔是汉族啊，汉民族唔是留辫子的，对不对？啊，旗人甲你殖民的时阵啊，好。好，你政策足简单嘞，就是留法就留人，不留法不留辫子啊，就砍头了，很简单。所以啊，每一个人都留辫子啊。啊，女孩子呢，绑小脚，连马偕博士的某，伫台湾出的某嘛绑小脚，家的人拢留辫子。啊，满清帝国啊，佮予台湾人啊，嘛去考试啊，有无？去进京去考试啊，考状元、考进士、考举人、考榜眼，有无？啊，毋过啊，伊无将规台湾拢实施宪法，伊敢伫西部尔，所以啊，还没有满化成功。伊嘛，台湾人去做兵啊，或做用啊，兵卒啊，有无？这马偕迄阵来是行医啊，每一个人都留辫子，连出去到国外学英语啊，嘛留辫子。啊，这留辫子唔是汉人的习俗啊，汉人是束发而冠，哦，因是落一个头毛到顶头，做帽仔戴啊，唔是像清朝的人、清国人讲留辫子。
啊，穿旗袍，哦，旗袍讲足水的，足好看的。旗袍绝对不是汉人穿的呢，是旗人穿的呢。历史啊，就是要渐往开来，所以啊，历史伊甲恁讲，咱拢汉化，其实迄阵也是满化，唔是叫做汉化。所以伊讲白贼啊，讲白贼的政体啊，早晚拢爱灭亡，因为伊无法度通开来。这就是因为伊安怎灭亡，就是历史拢写假。历史拢甲人假假，所以伫1949年啊，就死啊。死的时阵啊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甲起一个墓牌，伫南京遐起一个墓牌吼纪念。讲吼，伊伫1912年甲1949年是中华民国，啊已经吼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啊。所以这怎样开始吼，来到台湾的时阵啊，伊嘛讲啊，伊讲对。顶年年底开始哈，中国沦陷了啊，咱已经灭亡啊，咱已经成做亡国之民啊。啊，来看到这张相片哦，哦，哈哈大笑。这伫个1971年的10月25日，迄天原来号做光复节哦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吼，光复联合国。伊将中华人民国将伊的蒋介石代表驱逐出联合国，所以啊，伫个这个法案通过了啊，蒋介石讲吼，我们啊汉贼不两立，哦，所以啊，这个法案就是叫做排毁纳贡案。中华民国甲你教啥？伊讲个做。排我纳匪案，正名叫做排匪纳贡案，哦，就是排除蒋匪纳共产党案，哦，安尼就对了，啊、哦。伊伫2758号决议文里顶头安怎讲呢？伊讲蒋介石的代表啊，为今仔日开始，甲驱逐出去，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所出台。这是5个常任理事国的之一咯，所以中华民国并无退出联合国哦，你唔通误会哦。中华民国吼，即阵还佫伫个联合国，是干呐代表的人无同啊。哦，中华民国的代表人即嘛由共产党所派，中华人民国派迄个黄华佮乔冠华去遐代表。啊！决定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切权利，承认伊的政府所代表的中国伫联合国组织是唯一合法的代表，立刻将蒋介石的代表对联合国甲赶出去。伊阁讲是非法的，啊，非法的就是非类共占的嘛，毋知叫做非法的对吧？所以蒋介石伊嘛讲啊真清楚啊，汉贼不两立嘛。对吧？所以伊家己知影伊是贼嘛，伊讲啊真清楚啊，我汉贼不两立嘛，对吧？人因汉已经在联合国成立啊，贼被踢出来啊，哇！所以啊，中华民国根本无退出联合国，啊，即嘛，中华人民共和国。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入去联合国哦，是代表入去联合国，所以中华民国还搁伫个联合国。因若要登去联合国啊，中华民国想要登去联合国啊，这个人若搁爬起来，可能还搁会使啦。这个蒋介石吼，蒋介石伫个1975年死的时候哦，迄阵啊，我偌爱国个，我爱唔着国个。我排队啊，排8点钟去看伊最后一面，沿路妹妹吼，吼泪流满面。迄阵啊吼，阮老爸死的时阵，我无透靠遐严重，
这吼，因讲啊，这世界伟人呢，啊，民族的救星呢，啊，这死啊吼，哦，迄阵我偌伤心的，差不多惨安尼，痛哭流涕。啊，因拢甲咱骗讲中华民国来的时阵哦，因唔是这难民啊，因讲因拢农民啊，这是越南的难民的相片。迄阵啊，越南沦陷，因讲沦陷，其实胡志明这个人哦，是一个真伟大的人，因真厉害。胡志明哦，这个人足早就咱看出来讲，蒋介石这匪军哦，匪类的部队啊，去到越南一定会欺负因的。所以伫个去的当中，伊就宣布越南独立。所以蒋介石啊，无偌久就去予法国甲赶出来。所以伫越南啊。因为蒋介石去底下无甲三个月，枵死要我200万人。因为啊，甲伫台湾同款，越南所生产的米，拢甲因征收去拍国共内战。所以越南迄阵啊，完了枵死200几万人。伫台湾啊，唔捌欠米过，结果迄阵啊，完了惊，什么原因？就是完了，台湾的米完了去国共内战啊，连糖嘛再去，所以唔知会甲咱40000换1元，印足侪钱诶。这就是完了，迄阵啊越南的难民，因伫个船顶啊，还佫接受疫苗的注射。啊，为什么会成为难民？就是战争。这战争哦，唔是讲化战队使战呢。要战争啊，要国会同意呢。你不是讲总统化战争就会使战争啊呢？要经过国会的同意。安怎讲？因为战争需要真侪钱啊。总统无钱呢，要国会才会当拨钱予你呢。所以战争一定要国会通过。啊，国会通过，才会使宣战，由总统宣战。啊，要战争不是话拍就拍、哦。爱先宣战，美国啊和伊拉克，诶，伫个某时某日进前爱投降，那无投降，我就开始甲你拍，叫做宣战。唔是讲我明仔载派军去就去甲你拍呢，袂使，爱先宣战，爱互伊有一个准备啦。啊，战争法顶头安尼规定，啊，唔通误会讲有战争法这部法律咯。战争法吼，你要去外口买这本册是买无的哦。哦，唔通误会讲有战争法这本法律。战争法啊，是为这五项来对综合所判断出来，都、就是为这四个条约来对吼，这四个法律来对吼所揭露出来。第一个法律啦，就是海牙第四公约，伊拢咧规定战争的代志。啊，第二个就是日内瓦和平公约。第三个啊，红十字会总章程；第四个就是美国陆军总署野战手册。啊，个啊，美国法院的判例，这些综合起来啊，成为战争法。所以啊，伊就是参考这些法律，才会讲战争会使做什么代志，啊，战争袂使做什么代志，组成战争法。所以啊，这战争法吼、哦，要研究唔是遐简单。啊，这就是索马利亚吼，因遐难民。联合国吼，伫个最近才公布，讲啊，索马利亚伊遐难民哦，超过100万。啊，我伫遮啊，想要甲联合国小报告一下吼，台湾的难民啊，绝对唔超过这100万。哦，所以联合国爱来处理一下这难民的问题。其实联合国原来有来咧处理啦。因讲哦，人权公约内底规定要减少难民的情况，啊，唔是讲你是农民，就是讲联合国都无看的，联合国看较真清楚。联合国伊讲哦，难民啊不可以无限期的扩大，要减少难民的情况，所以啊，伊就规定共产党甲国民党爱和谈哈、哦。
要解决难民的问题。啊，要怎解决？这恁两党要家己解决啦，你袂当叫全世界去解决啦。哦，当恁即马共产党甲国民党啊，已经拢和谈啊，恁来家己处理。啊，这是索马利亚难民营。哦，这难民营偌宽呢？住100万人呢？这是迄时阵啊，南京的难民营。南京的难民营哦，看起来我那穿作战的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阵就穿到遮水哦，无简单啊。迄阵啊，去日本打败哦，做日本的难民啊，伫个吼日本俘虏，搁较幸福，穿甲真少。不过因的难民哦，还搁夹一块布条，直接表示讲你是难民。啊，若无伊会当作你是部队，你毋是难民就甲你抬。啊，中华民国来吼，拢甲咱骗讲因是农民，伊就是因为啊，伊甲你讲哦，中华民国等于台湾，台湾等于中华民国，所以你就不会看到难民了。所以啊，伊当年拢嘛去慰问在全世界最幸福的难民，全世界最幸福的难民哦，因习惯吃香的跟喝辣的啊。这咱拢了解，因上熬吃香喝辣。龙总医院啊，全台湾啊，拢总有15间，即个难民去看病啊，拢免钱；去住院拢免钱，甚至啊，我一个阮迄州一个因的朋友啊，去龙总啊洗肾，洗39年哦。洗油剂洗39年，免钱，所以吼、哦，真福利真好。洗39年的油剂免钱，咱的这个流氓政府哦，对难民偌好诶，起大楼给因住。这啊，伫个民国85年的时候呢，通过这个法案，通过老旧建村修。改建的法案，拢总编列预算哦，5167亿啊！这零头卖算啦，5167亿，开价吼5166亿，有够够算的，捞1亿2000万，这就敢那咱出去外口吼，去开啊，去夜市啊开吼，甲咱转去了，甲阮太太报告。太太，我今日吼5000几块无甲你开完哦，我有留1块转来，迄意思同款啦，看有够算无？伊有留1块转来互你，即看起落偌水，5000几个开哪会使水，哪会使歹，对无？5000几块个开落吼，绝对啊起落足水个，即拢大楼，啊，即个难民吼。那回去的时候呢，这家厝什么大？本土的台湾人要大，本土的台湾人免惊无厝的原因在这，开5000几亿落啊吼，都对有厝通大，所以你免烦恼袂无厝通大。哦，俄罗斯的总统普丁啊，伊讲啊，讲啊，那将一个老百姓的居住权、健康权、甲受教权吼，当作拉动经济的政府啊，这一定是笨手政府。真正一个执政为民的政府啊，一定把这三项物件吼当作阳光、空气、水，给人民。所以啊，伫苏俄啊，因的福利足好个。苏俄因虽然共产国家，因的福利安怎好？第一点，因大唔免钱啊，因每一个人吼住6平吼唔免钱。啊！你若要带较快的，会使，你爱补贴补给政府。第二项免钱吼，因用水唔免钱，而且啊，佫是烧水。安怎讲？你知道？因为吼，因伫苏俄冰天雪地，你若无用烧水吼，迄个水管啊会结冰，结冰了水管会变破，所以因一定爱用烧水。
啊，就是因为用水免钱哦，所以因无咧倒水表，水表的钱拢省起来。啊，苏五吼，因为福利好到啥程度？因哦去大病嘛免钱，你若去苏五佚佗，不管你伫个啥物人哦，去佚佗，只要伫路诶倒落，伊个救护车就甲你载载病院，大医院免钱，医生甲你看病嘛免钱，甲你开刀嘛免钱，不过食药啊爱钱。哦，啊，苏五因为教育嘛免钱，因为学生啊，甚至学校爱阁煮饭互因食。安怎讲？因为家长讲哦，啊，阮的学生冰天雪地，你要叫伊去倒食饭，当然嘛是你学校爱煮好食，安尼有理。所以哦，因苏五人足巧的，苏五阁第二五项福利就是安怎，一个企业袂使乌白共开除呢。你要开除啊，要先报给国家，才会使将这个人开除。所以哦，习近平去到苏俄访问的时候讲，五个想不到，就是这五十个想不到。啊，伊讲吼，中国人哦，永远做不到。谢谢，咱今日讲课讲到这，谢谢。啊，各位同学，咱下课要困十分钟，啊，下课休息十分钟。